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很多的教会领袖只盼望他的下面永远做比他更小的事情，下面的下面做更小更小的事情，所以一代不如一代，教会没办法进步。林良堂的创立人赵世光20多岁已经游历世界布道了，但是今天很多台湾的人到了40-50岁，还是我们晚辈，我们的晚辈40-50岁晚辈，送上去40多岁就死了，你还是晚辈，快要死了还是晚辈。所以这种谦卑是不需要的，因为没有奋发图强，没有雄心大志，没有愿意做大事情的这个心智，所以我们的教育就停下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实讲，我的 market 不是这样小的，但因为台湾的筹会会，你们的雄心大志就这么小，所以在这几个国家里面查经最少人就是台北。我已经忍耐6年了，你们没有想突破的，你感谢主，这次比较满了，你就感觉神给每一个人恩赐多大，要达到的果效多多，不是你们定的，你懂吗？多给谁像谁都要，所以以后神怎么审判我，不是你们可以决定的。我们要思想怎样突破，没有突破就是永远没有进步。我们只满足于所有的，你说不错了啦，没有一个牧师敢像你每个礼拜讲到6年来还是满满的，人家的查经位20-30个就很好了，你为什么比下不比上呢？因为你已经习惯没有大心志，你已经习惯不求突破，你已经习惯认为一念就是罪恶，所以图谋大事就不对。圣经说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，而我们呢不懂这句话。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，我们也不懂这句话，所以我们一看到大就是骄傲，大就是自夸，大就是狂妄，其实不是的。 We should think big, We should ask big, We should plan big, We should do big for the Lord, not for ourselves. 我们只要不是为自己，我们尽量做大。